要找突破，阿雅尺度全开演床戏。阿雅连凯主演的网络电影《养婚之十年再爱你》昨天在北京举行首映见面会，据说在片中阿雅可是有不少突破尺度的戏份，让她本人都害羞不已。所以等一下如果大家在那个电影里头看到很激情的戏的话，那请你们明白我也是一百个不愿意啊。我真的觉得这部片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突破，就又有浴室的戏，又有跟老公的亲密戏，所以我很担心，就是以前看那个错冰的那个阿雅姐姐，在这部戏当中会跟大家非常不一样的。这又是浴室又是床戏的，究竟阿雅的尺度开到多大，导演就忍不住爆料了。实际上我要爆料呢，还要爆料，大家看的好像很性感，等一下可以看，但实际上阿雅是只贡献了一个旗，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手不要那样，人家会误会。就一个裙子来拍，但是导演很贴心，他帮我准备了一个替身。对，那我看那个替身跟连凯拍床戏也拍得蛮过瘾的，所以我觉得反正也就成全了大家一点。什么嘛，原来有替身，阿雅你也太没胆了吧。我是不好意思露啊，就是在这一点其实连凯帮助我很多，对不对？还可以了。你是怕在床戏帮助我很多，回去不好对老婆交代？不是啊，小编点评，阿雅还是很传统的。